关于他的出生，早就有许多美好的预言。鸠摩罗什的母亲基瓦是一位美丽聪明的公主，在她的身体上生有一个红色的痣。人们传说她将生于一位智者，因此西域各国的贵族都希望娶她为妻。但基瓦等待的却不是这些平庸的贵族。于是有一天，当一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出现的时候，秋兹的国王知道他将是基瓦的丈夫。当基瓦怀孕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能讲印度语。国王请来了本国的大罗汉，破解其中的原因。大罗汉说，基瓦腹中的孩子乃是舍利佛的转世。公元343年，鸠摩罗什降生在了西域的秋兹。在那个时代，这里分布着几十个国家。听高僧讲法是贵族们的特权。大型的寺院分布在绿洲之中。国王开凿巨大的洞窟，邀请世界各地的工匠描绘佛经上的故事。但是这个时候的秋兹还不是佛学的中心，所以在罗什8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远行来到了印度北方最著名的佛学中心济宾。
罗什阅读着各种经典。在一般的僧人看来，外道经典不能沾染，而少年罗什并不在意。在沙勒国里，人们传颂着这位神异少年，国王都要把他视为上宾。终于有一天，一位青年学者来到了罗什身边。他是西域的贵族，年轻的王子许耶利苏摩。在返回秋瓷的路上，年轻的鸠摩罗什战胜了所有的外道。越是靠近秋瓷，他的威望就越高。当回到家乡的时候，鸠摩罗什已经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国王出城迎接，鲜花铺满道路。这一天成为秋瓷百姓的节日。在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他可以正式出家，受比丘戒律。国王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塔里木河的河畔，克孜尔寺院成为西域大乘佛法的中心。人们竞相传颂智者的思想。贵族拜伏在地，让他从身体上走过，步上讲坛，以此为莫大的荣幸。那一年，两位东土的和尚远行西域求取佛经，他们见到了鸠摩罗什，于是关于神僧的故事开始在中原流传。也是那个时候，远在东方的长安，中国皇帝的新官看到夜晚的天空
有巨星彻夜照耀着西方的分野。预言将有智者入府中国。东方的帝国正在崛起，皇帝苻坚要恢复汉朝的版图，他派遣大将吕光率领70,000铁骑扫荡西域，一心要得到被西域视为珍宝的神僧鸠摩罗什。西域36国无法阻挡强大的军队，鸠兹国王逃向西方，鸠摩罗什成为吕光的俘虏。征服西域的吕光不能识别真正的宝藏，20,000匹骆驼拉回抢夺的金银财宝，却对高僧鸠摩罗什百般凌辱。这次战争历时4年，中原已经沧海桑田，苻坚的帝国尚未征服天下就已瓦解。回归中原的吕光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17年，东传佛法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恰如上天创造的机会给了罗什17年的时间掌握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
法师的到来惊动了天下，一场建在了逍遥园。逍遥园面对的归峰，酷似释迦牟尼初传法语的灵鹫山。鸠摩罗什相信这是佛祖的指点，于是在这里修建草堂寺。各地的僧人涌向草堂寺。史书记载，这一年通往长安的官道上满是年轻的僧侣和学者。归峰下遍布几十座寺院，五千僧俗跟随鸠摩罗什学习佛法，抄录的佛经于是流传大江南北。转眼鸠摩罗什在中华译经已经12年，忽如一夜远方有神咒召唤，鸠摩罗什知道已经是离开的时候了。
这是鸠摩罗什出生的地方，新疆的库车。今天生活着十几个民族，历史已经改变了它的面貌。十三世纪之前，这里经历过十几个世纪的佛教文明，史书上被称为秋瓷。询问当地的老人，仍然记得一个来自吐火罗语的古老名姓——库玛拉基瓦。这个名字在汉语典籍中被译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父亲来自印度，带有婆罗门的姓氏库玛拉。母亲基瓦是秋瓷的公主。一千多年来，人们曾经用不同的词汇描述她：贵族、舍利佛的转世、精神领袖、囚徒、神僧、魔术师、翻译家。他被人敬仰，被人误解，被人诋毁，也被人怀念。身处同一时代的道安与鸠摩罗什从未谋面，但对罗什的期待却萦绕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时代距离佛教传入中国已经300多年。这期间，中华佛教的每一次进步多是伴随着一部经或是一部论的传入而引起的。许多时候，一个残本的获得就足以让众多僧人欣喜若狂，法喜充盈。但是作为这个时期佛教界的领袖，道安也认识到，单凭一部经一部论还不足以阐释佛陀的完整教义，不足以支持汉地佛教的发展。道安这个时期，佛教那个虽然它在民间那个开始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了，但是在佛教经典义理的理解上面，应该是不是很透彻的啊。所以道安的历史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面啊，他看到了这个佛经的翻译啊，比较迁就中国人的。这种习惯啊，语言的习惯啊，这个所以是不是符合于这个佛经的原来的那样的意思，这方面大概都存在问题。道安法师他发现当时的中国佛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戒律不全，因为曾经前面就派人去到秋瓷去取过戒律，所谓十诵律这一类。也取过经，
所以这样呢，他对于西域的情况有所了解。都传说呢，西域有一个年轻的和尚，鸠摩罗什这个人非常有才气，而且是崇尚大臣。公元379年来到长安，道安就以前秦国师的身份力劝皇帝苻坚到西域去寻找传说中的大乘神僧。在远僻都市的山谷中，道安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医场。道安是中国历史上使佛教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人物。现在道安只能等待，等待皇帝派遣使者西行，等待西域大乘高僧奇迹般的出现。这个时候距离汉传佛教开宗立派辉煌时代的到来还有2个多世纪的时间，道安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是这个进程的起点？公元385年，他怀着遗憾离开了，终于没有见到他期待已久的鸠摩罗什。当道安还在四处搜寻汉地残缺的大乘佛经的时候，西域正在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大乘佛教运动。鸠摩罗什作为这场变革的领袖，通过与外道及小乘僧人的无数次交锋，确立了大乘佛教在西域地区的影响。他在西域非常受到推崇，就西域各国的国王都来听，听的时候对他非常的恭敬，踩了国王的背登上这个大宝座。直到公元382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淝水之战即将爆发，迎请罗什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他相信前秦强大的军队足以摧毁江南的政权，但同时他也认识到单靠这样的武功是不能折服汉人的，起码不能持久。苻坚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够服从自己，能够以高超的智慧降服江南的名士和儒生，又能够以巨大的神通震慑北方其他民族的精神领袖。北中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佛教的引入是非常积极的，他要把这种佛教的这种文化融入这种汉文化里头去，那么他就有别于南部中国的那种所谓以正统自居的汉文化，他想用这种来统一整个中国的作为一种思想基础。史书上提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西域的车师、鄯善等国受到龟兹的打压，因此多次请求苻坚西征打击龟兹。公元383年，苻坚正在调集60万部队跨过长江统一中国，与此同时一支精锐的骑兵已经穿越了茫茫戈壁，传说中的神僧鸠摩罗什就在面前。经过2年的战争，苻坚的大军征服了西域，但前秦政权
却因为淝水之战的惨败而顷刻瓦解。苻坚没有见到西域的神僧，公元385年死在了终南山的旧庙当中。作为苻坚派往西域寻找高僧的将军，吕光不信佛教。历史记载，吕光从容战胜了西域诸国70万的联军，也记载了他根本看不起那个所谓的西域高僧。他和他的部下甚至以各种手段戏弄这个僧人，给他骑烈马，把他灌醉后脱光衣服和女人关在一起。吕光没有看到任何奇迹的发生，没有看到高僧的愤怒和魔法的出现，这一切直至遇到那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终于改变了。正像鸠摩罗什预言的那样，山洪夺取了上千士兵的生命。在吕光看来，突然之间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附着在这个年轻僧人的身上，这种力量让吕光恐惧。更让他痛苦的是，他越是怀疑鸠摩罗什的判断，那预言就越是应验，他越是依赖这位神僧，就越是忐忑不安。吕光以及整个氐族部落的命运似乎都被某种力量左右着，他们漂泊在动荡残酷的时代中，除了对战利品的贪婪，内心无法获得丝毫的慰藉。与他的俘虏相比，吕光自己更像一个失败者，一直到生命结束，他也没能走出这样的疑惑。鸠摩罗什被阻隔在凉州的时候，一对衣衫褴褛的僧人来到流沙河前，其中三个身体弱的终于返回了，剩下的法显和慧景进入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能以太阳辨别方向，以人骨识别路标。途中经过的10余条河流，只能凭借悬索才能渡过。到达小雪山的时候，遇到暴风雪，慧景已经不能动弹，他让法显继续前进，自己被冻死在雪山上。就这样，法显穿越了西域30多个国家，最终到达了印度北方。同样的时代，从海路去印度取经的高僧往往遇到这样的结局，他们不得不在风浪中被商人要求弃离大船，然后口诵佛号消失在波涛之中。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的艰险，一切都没能阻挡佛法东传的脚步。公元399年，在法显西行的同一年冬天，一个年轻人正独自走在大雪覆盖着的凉州城外。这一年他只有17岁。今天的人是否能理解这位1600年前的青年？他幼年即成为孤儿，靠出租父亲留下的书籍度日。在阅读这些儒道经典之后，最终被旧义的
维摩诘经打动。现在他远行2000多里来追随被困凉州的佛学大师，内心是如此的美好和迫切。僧肇是魏晋以来新兴知识分子的代表，与道生、僧瑞、道荣等一批青年一样，在追随鸠摩罗什多年之后，成为中国佛教许多宗派的奠基人。僧肇被鸠摩罗什称为中华解空第一人。在鸠摩罗什身边的岁月是匆忙和快乐的，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易经和传法当中。在他圆寂的时候，年仅31岁。姚兴，后秦统治者，公元393年在长安登基。与苻坚相比，虽然同样有着统一中国的野心，但他没有苻坚那样强大，所以他必须比苻坚睿智，而且要更有耐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吕光身故才率领大军扫荡西北。公元401年，姚兴终于得到了人们期待了17年的高僧鸠摩罗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如他希望的那样顺利。在草堂寺建立义场的消息已经传出，来自各地的甚至是敌国的僧人和学者纷纷涌向长安。在政治上，姚兴也迎合了这种氛围，停止了与东晋的紧张对峙，甚至割让部分土地以示修好。鸠摩罗什正在成为整个帝国佛教信仰的核心，草堂寺里发出的声音都让贵族、士大夫、将军乃至官僚和百姓们欢欣鼓舞。正当草堂寺逐渐成为文化精神中心的时候，皇帝姚兴给鸠摩罗什送来了10名宫女，宣布要保留高僧的神奇种姓。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个事件的真正动机，但是以他对佛教的了解和对政治手段的掌握，我们只能认为姚兴这种安排并非出于无知或草率。这样的安排使鸠摩罗什搬出了草堂寺，据说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种生活干扰，鸠摩罗什当着所有僧人的面将一波铁针吞了下去。众人看到后目瞪口呆。鸠摩罗什将破戒和易经比喻为臭泥中生莲花，告诫众人淡采莲花，勿取臭泥。历史上的姚兴在位22年，之后的后秦帝国很快瓦解了。1000多年以后，只有当人们谈起鸠摩罗什的时候，才偶尔说起姚兴的名字和后秦的国号。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几个世纪的西域百姓相信他是舍利佛的转世。
帝王认为他可以预言灾祸。信徒笃信，他可以凭借神咒穿越时空，与天人问答。后世的僧人记载，他可以铁针穿腹而不受伤害。面对战火，他不肯躲避，沦为囚徒，却借此使佛法东传。考古学者在新疆的佛塔下发现了奇怪的墓葬，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他被吕光俘虏后被迫破戒留下的妻儿。在今天的西安郊区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村庄，传说这是姚兴强迫他接受十名宫女后留下的后代。这些充满争议的传说，难解的谜团，相互矛盾的史料记载，构成了鸠摩罗什复杂传奇的生命历程。他的学生里头出来的那些人后来就成了大乘各宗的创始人呐，直接平移了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这个阶段的主要的中观方面的一些思想。这个思想迅速的后来在中国佛教界引起了巨大的一种波澜。既能够准确的来表达经典的原因，又能够让本土的读者适应他们的阅读习惯。在隋唐时期，这个系统的思想呢成为三论宗，他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隋唐时期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立宗的一个宗经，他所翻译的《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特别是《阿弥陀经》，成为净土宗的立宗的非常重要的经典。作为罕有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除了转译佛陀的训诫和前辈大师的论书之外，留在世间的话语只有对弟子的鼓励和对同辈僧人就解说教义的书信。他的一场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教精英，而他却因为破戒不承认曾经有一名弟子。他历经十二年，译经三百卷，而这些不足他平生所学的十分之一。今天的人甚至无法想象他所掌握的那些古代智慧究竟涵盖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改变了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面貌。通过他的翻译和推广，系统的佛学思想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流布世界。自由是真实的，可以超越物质和生命的束缚，可以破除无知与狭隘，将剑雨化成鲜花。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无缘阅读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但是阅读他的生命历程，得以见证自由与觉悟。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